欢迎回来乡亲，今继续来关心地方。农历新年，家家户户拢会搭上春联。土库镇公所特别邀请艺术家张金虎设计以牛年为主题的春联，并且邀请亲子做伙来加纸制作，让父母和囡仔伫加纸的过程当中增加因的感情。期待伫过年的期间搭上只真水、真特别的春联，祝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，家庭和乐。因为是头一届跟较复杂的东西，小朋友摕着夹刀，真细腻，将红纸顶头的东西夹倒来。这是伫土库举办的新年剪纸活动。觉得很新奇有趣，因为本来以为剪纸只是就是把它对折，然后沿着外框这样剪。然后政府老师刚刚的介绍才知道，原来剪纸是可以你自己去规划它的图形。幼稚园的时候有剪过，这次的比较。难，有点动，有点小。随着各地新年都在做近，家家户户也开始准备过年爱搭的春联。为此，土库镇公所为着让乡亲有特别春联，而且艺术家张金虎设计旧年主题剪纸春联，让乡亲带着囡仔亲手制作。那今天主要的活动内容就是让大家来体验剪纸。那特别在牛年的这一年，我们就是今天剪的图案是以牛的造型为主，然后加上一些吉祥的文字，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剪纸，然后认识这个剪纸艺术，刚好配合过年，我们也可以剪完这个剪纸带回家去增添年节的气味。剪纸看起来是真简单，但是爱真专心，安尼夹出来同样才水。因此，剪纸除了会当训练囡仔专注力，更会当让平时无闲空课家长静下心来陪伴囡仔。其实需要一点点耐心跟一点专注力。我觉得这个剪纸它是可以透过这个慢慢的去完成一件事情，那让小朋友去培养这个耐心。期待过年期间在土库细细看看的时阵，会当看到这特别剪纸春联，为新年增加满满喜气。记者林佩莹采访报道。